飞机拐弯儿。这条路可以进，因为它四车道，后面有灯，它可以。它可以到靠边那边。要走就从边上走好了，不要走。警察叔叔说是李总家的飞机，放行，所有车辆避让。红灯停，飞机也要等红灯。估计通航飞机这么路霸的就我们一家。